觉得对我们台中来讲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。画怎么样一张好画，一张画怎么样美，
找不到具体的答案。大陆一个老画家过世了，叫吴冠中，各位画员应该知道这个人，他一本很大的全集我买他，他文章大概写了有几百万字，大概他所有的文章我看过，比如说看过两遍，我觉得谈画谈的美的比较具体的就是这个人，他呢一再强调美的规律，他用的是规律，就是条件原则的问题，但是他所有的文章我看过以后，美的规律到底是什么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，所以基于这一点呢，我就想，那我终于想出一些东西来，所以我就写了一本书，叫《水彩画美感经验》。那这里边呢，我提到十点：构图、光影、色彩、简约、留白等等等等，一共提了十点，说就拿我的画举例，就列在这个书上。那翠明那个不惜成本就把它出版了。那今天展览的这画呢，就是书里面的画，就是我引用我的画来说明一张画美的道理到底在哪里。传承艺术的美感，水彩的美感，其实他的用心就是在这边。OK， 谢谢大家今天参与今天的开幕式。那我们接下来就会是。因为我画了一辈子画，结果画画从来不打草稿，因为你打草稿，那个铅笔线看着不好。还有这些白的雪都是留白的，没有用白颜料，留白。那这张画呢，我满意的是我觉得把玉山的那个感觉表达出来了那个雪景。另外我比较满意的呢，就是我一直就是这样说的，就是画画在我书里边我就提到那十项原则，其中有一项呢，就是笔触。所谓笔触呢，我是觉得西画从古典到现在，到现代，尤其是到印象派，最大的差别就是笔触。古典的话呢，就是抹的匀匀的、细细的。到了印象派以后呢，就是有力量，所以我这张画我觉得除了表达那个玉山的感觉以外，我觉得我用的笔触我自己觉得也很满意。谢谢壁那个景致啊，去让两边平衡。
就是告诉张张画这样的风格，看你自己要用什么角度去呈现你的画作。所以展场老师觉得最美的到底是哪一张呢？我们看书就知道。我这边好像卖一关子菜，所以就是二十台之之不可以。好，那我继续来讲到这一张课。其实台湾没有课，但是老师的老家在山东，所以山东的北方它是有课的，所以这个印象有感情的哈。所以刚刚有讲到老师在画水彩的时候，那个留白的美。留白级的水彩画家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画作。